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对手朋友圈，我是智慧与颜值并存的哈哈草啊。这个说到控制体重啊，我认为是不要太过于限制的啊，就让肉自由生长啊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关键找到一个自己舒服的感觉啊，这个状态啊才是最重要的啊。这点大家可以向川大帅哥学习，他就特别善于找到那种最舒服的状态，不信你们看到朋友圈。我发现了，从按掉闹钟到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之间的这段时间，睡眠质量是最好的。发现这个道理的过程没少挨骂吧？发现这个真理其实还挺费钱的。实践出真知呀！果然啊，睡得越香就意味着你迟到的几率越大啊，可以说是享受与风险并存了。如果怕迟到的话呢，还是老实点别赖床了吧，毕竟轻则扣工资，重则被开除呢。啊，好了，不说这种沉重的话题了，还是来看看波波的朋友圈吧，他可是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儿了。昨天吃饭听到邻座在说他们一家人的旅游趣事儿，他们在某处猴山被猴子抢走了手机，而且还挂在猴山一棵树上，他们找管理员，管理员找猴王，猴王找那个猴，那个猴把手机递回来了。我是万万没想到还能有这种操作，可见学好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。手机拿回来的时候里面会不会多了几张猴子的自拍？这个故事就教育我们该听领导的话。这个我就比较好奇了啊，管理员到底是怎么跟猴王交流的？难道是用眼神交流吗？啊，那也太厉害了吧。啊，真不知道是该夸猴子聪明还是管理员能力强。不过我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啊，静静很厉害，因为他总是不走寻常。